脸书上再度开炮，质问蔡政府大学自治是不是台湾价值。台大新任校长管中闵被绿营操作遴选过程瑕疵不适任，引发政治进入校园。4天后，绿营终于发假弯撤案。施压不会让事情变得比较好，主要交给台大处理就好了。毕竟是台湾大学，那再让整个社会觉得，又有其他的政治力在介入。 民进党总召柯建铭证实已经撤回暂缓聘任管中闵主决议，不过教育部还在持续追杀，甚至三度施压要求台大厘清遴选争议，被蓝委质疑，教育部成了民进党附随组织。更别说当初横摇管中闵论文抄袭的绿委张廖万坚，被学术圈打脸论文抄袭，根本是乌龙后民进党自知理亏。缓聘管中闵主决议也在最后一刻撤案。台大。 都已经公开的说，他们整个过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疑义。我也不懂为什么教育部目前要在一些小细节的部分来做一个卡关的动作。难道教育部现在变成民进党的附随组织吗？ 缓聘管中闵主决议原本是时代力量提案，民进党建立新喜，跟着加码喊打，引发上千台大师生联署反弹后决定撤案，实力却还不悬崖勒马，大绿小绿不同调，再添一笔。记者郭先阳、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